跟弟弟的教练产生了误会，然后跟教练的误会解开了，就问我晚上有没有空，然后。喂，上上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寻思你急急忙忙就跑了，怎么你那个教练女朋友吃醋了？哎呀，什么女朋友啊，现在还不是呢。还不是？那以后哎，你那个今天训练结束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呀，你别烦我，真是。什么哥，刚和教练分开，你该不会是想他了吧？他刚刚不是说还有没有空请我吃饭吗？我跟他走。哎，你不是回家了吗？我总不能穿上球服约你出来吃饭吧？反正家也不远，我就换了一身衣服。啊，请我吃饭，要不算了吧？嗯，我弟还在呢。别，我不在，我弟不在。啊，哈哈。